有啲新鮮感啊嘛，冇咁悶啊嘛。
Thank you.
咁啊，越嚟越接近尾声啦，亦都越嚟越轻松啊，做人越嚟越快乐啦。因为你写得咁上下就唔使写噶啦嘛，即系咁啊，好开心啊，应该理论上嚟讲啊。OK， 咁我讲一讲嗰个成篇嘢啦。的後子族啊，的就係指的氣啦，即係自己嘅血緣嘅正印生出嚟嗰啲啦嚇，的啦，即係長子的孫啊嘛嚇。咁啊，子族即係話香火鼎盛嘅，可以延續落去嘅，有咩意思咧？啊，舊派嘅比較介意呢樣嘢嚇。咁啊，祭祀正常，祭祀係咩嚟嘅咧？祭祀就係拜祭一啲儀式，祭天祭祖先啊嗰啲啊嚇，咁一啲。祭祀的儀式，精和常其實是不同的季節所祭祀的時候所需要去叫名，譬如說秋天叫常，冬天叫精，春天好像叫弱，如果我沒有記錯是這樣寫的，如果我記錯的就不是這樣寫的了、okay？即係佢每一季節有個名嘅，即係等於中秋食月餅咁啊，有個規定嘅嘢嘅。你唔會專門食月餅噶嘛，中秋食粽噶嘛，即係佢規定咗，咁叫正常藥系咁樣樣嘅。咁意思就係祭祀不斷咯。祖先啊神啊祝福俾我哋啦。咁祭祀嘅時候咧，要做到咩咧？溪啊呢個啊，溪茶啊溪字啊，喪啊，應該唔係讀喪，因為廣東係喪應該再拜。喪是什麼意思呢？喪就是那個人的頭碰，這個是地，頭碰地跪在這裡這樣拜祭，那些叫喪。
唔係呢啲喎，唔係咁樣樣喎，即係如果你單腳咁樣樣攞住扎花，嗰啲叫求婚，唔係叫喪啫。咁樣先叫喪，就係指拜祭嘅時候要虔誠啦，嚇、啊，跟住就要呢、這個話叫慫啊，慫恿嘅慫應該，好唔好話啊？但係佢意思唔係指慫啦，或者係慫若都慫若雲，呢、這個意思係指好驚啊，即係嚇到滿洞嗰啲咯。呢、這個係恐懼啦，呢、這個係恐懼嘅恐啦，呢、這個惶恐都係好恐懼啦。即係夾埋之後，佢四個即係超驚咁嘅意思啊！嚇，即係好驚啊！超驚，呢個係癲字嚟㗎，變癲啊，信癲個癲。應該嚟講，你哋見過呢個㗎，即係咁樣寫係嘛？佢可以咁寫。癲嘅簡要嘅意思就係來往書信通行要簡便啲，唔好太過累贅嘅嘢，唔好太過累贅。簡單啲，癲變啊，癲蝶啊，富答審長，你答人哋嘅問題要詳細啲，話咩意思？即係來往書信要簡便，答人哋嘅問題要詳細啲。好呢、這個啦，呢、這個係鞋都嘅鞋字嚟噶嘛，係嘛？合骨就係鞋噶，鞋夠想浴，呢、這個係浴字啊，沖涼嘅意思啊，好好浴嘅浴字。意思就是話，如果有污糟，你又想洗嘅嘛？啊，執熱怨涼，攞到熱嘅嘢就想攤凍佢，呢個係講緊自己嘅身體嘅感覺感受啊！污糟又想洗，呢個正常嘅啊。熱嘅嘢攞住捧住，又想佢攤凍啲嘅，正常嘅都係啊。我諗佢擺呢度嘅原因係因為嗰啲字真係都差唔多啦。啊，咁啊就咁樣，因為佢意思其實擺呢度好似唔係好連接嘅，但係引申佢 OK 嘅，譬如呢兩句。勞累獨特，勞為咩嚟嘅？蹄足嘅動物，四隻腳嘅，同馬好接近。阿膠好整隻嘢做出嚟嘅，好似啲皮嗰啲啊，叫勞，係勞皮做啊嘛。勞肉啊，勞累係咩嚟嘅咧？累係勞同馬生出嚟嘅嘢，叫累啦。雜膠膠皮，但係累就唔可以下一代嘅，好少人想中。啊！就冇得下一代，因為佢冇生殖能力嘅啫。即係馬同埋驢生出嚟就累。咁佢哋嘅功用都係咩呢？一啲就係食肉啦，做阿膠運輸磨坊入邊磨嘢嘅。你見到嗰啲前面有一個胡蘿蔔跳下跳下咁樣咧，食都食唔到嗰啲咧，抵食嘅，係嘛？即係如果有風車啊，風車轉啦；如果冇風車就佢即下咁跟住磨咯，磨啲物啊、小米啊、啲肉仔啊、粉嗰啲，就係呢只嘢做啊。即係苦力嘅主要都係做。咁唔知點解，由於佢攞住個胡蘿蔔咧，所以一直以嚟中西方都係嘅，都覺得佢智商比較低嘅，係真嘅，係嘛？嗌女仔啊嘛，啊嗌女仔，個馬又唔同，馬威啲噶嘛，你好似變將軍騎驢嘅，係嘛？同埋有兩包嘢，一包鹽跌咗落去，第二包係棉花跌咗落河，都係話佢嘅，係嘛？第一包鹽跌咗落去好醒，散曬咪溶曬啲鹽啦。咁佢以為覺得哎呀好聰明啊，下次我都跌落水先，點知攋嘢第二隻棉花嚟嘅，一跌落河浸曬，痛到死咁樣，就又係雷嚇，路同埋雷都係俾人哋覺得係比較上即係蠢啲啊，當時啊聽嗰啲嘅嘢用嘅嘢，即係讀咩意思咧？就小牛啊，啊小牛，特都係特，但係指公牛啊。即係特啲公牛啊、公牛、公馬啊咁樣樣，雄性嘅蹄狀動物都係叫特嘅。即係古代嘅時候，亦都可以指配偶呢個啊特字嚇。呢、這個字咧都係呢個嚟嘅，其實隔離都係呢嚿嘢嚟嘅。黑下個盒字就呢個咯，嚇嚇，即係你合咗入去嗰啲咧就呢個咯，黑著係。當然而家用黑色嘅黑字啦，但係以前係呢個意思咯。咁就係呢個字嘅黑人聽聞嘅客啊嘛，因為做害字嘅，害字出世嘅害。個意思就係話受到驚嚇就跳起，即係呢扎嘢喺屋企如果有災難嗰啲受到驚嚇就跳起。超傷嘅傷係咩意思呢？嗰啲馬昂首啊，昂首叫就咦，嗰下嘢就係叫傷。
所以呢度咧有兩個意思嘅，有啲逆反咧就逆成就係話，因為你本身屋企有啲災禍，呢啲馬來嘅第一時間會警告你，會叫嘅，不得安寧啊！只雞犬不明不特指令，只馬同埋驢都會嘈，屋企有災難。第二個意思咧就係話你五畜旺盛，祭祀得好，於是乎咧屋企咧好熱鬧，馬同埋驢都會叫嘅。兩個意思完全相反。咁邊個啱咧？就可能講兩個都有嘅。我拎俾你嗰、那個兩三條連結咧，你可以詳細睇下。因為我印象中呢兩個都見過嚇、啊。最後啦，豬斬賊道，我唔使講啦，豬就係殺嘅意思啦。有曳嘅人就要罰佢啦嚇。報個半亡，有途徑啊，有啲半將啊，都要捉個到成豬頭，有咁嘅意思。仲有兩篇二十同埋廿一。系啦，二十同埋廿一，大家可以過一個比較安心嘅報節啦。OK， 你一陣提一陣我報節嗰個安排，休息唔休息嗰啲，你都講一講啦，早啲講一講。報節都未完曬，未到報節，三年未到位。啊，你講一講。三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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